这么阴间的套路，韩国人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假装 TP 支援，只需要一波就能打爆对手的心态。众所周知，韩服经常会出现超强黑科技玩法，比如下面要介绍的假 TP， 真的是既阴间又无脑。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套路的最核心机制，那就是对着近的 E 技能释放传送，不会让 E 显形。在整个联盟中，只有近的 E 技能会有这个效果，比如 TP 眼位，再比如 TP 小丑的盒子都会显形，对方看到 TP 后就会先身防范。然而近就不一样，只需要提前放下一个 E 技能，然后走到 E 技能上面等待队友 TP 过来。而此时在队友的视角里面是近自己在释放传送，而释放传送时不能还手，因此此时的对手都会直接过来对近进行输出。比如这波对面还在输出就被石头人一波秒掉，而此时的对手也是一脸懵逼，明明是近在传送，为什么到最后落地一个石头人，近自己还没传送走呢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套路不需要什么高端的配合，只需要选出近加石头人的组合就行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这个套路如何呢？